对啊，好，你先开啦。哎、欸，它怎么没有那个丝的？现在这样很难吃耶，现在手没什么力啊。啊？没干去用的滑滑器。没有了，是打高也打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刚有看到一个东西，叫做……希望您协助回答。对。哎、欸，什么都没有啦。凯路迪哦。好，你先开你的。好，我先开我的。对。托哥德马尔，我没有看过这一只哎、欸嗯，其他我都有看过。音乐的、啊。是啊。然后这一包，哎、欸，有、哦，有料。这包是下面的还是？噔噔噔噔。上面是上面，噔噔噔，还有想要看，噔噔噔噔，爸爸 ，Go Paloo 哦，噔噔噔噔噔有有噔噔噔噔，洛西亚，哎呦，哎不错哎，这张很帅哎，这一张我预估至少有个还不错的价钱，好换你，好你帮我开啊，因为我帮你开是，店长刚起来，哎这一张很帅，很好看哎，啊然后这边再开个 Vista 洛西亚就。圆满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弱弱的始祖大鸟，又不是每天在过年，没了啦。哦，你的不错啦，还可以啦，开到一包，可以 ，OK。所以这一个包下来应该会有 Vista 的一点，也是这一张。哦，就它是同一个的。对 ，OK， 好。重点我没按录，这张是民主挑的，那一包是民主挑的。我随便挑了，有没有？没了，没了，又是一堆废卡。哦哦，未知图腾啊，四合废了。还好还好，这个是 HR 吗？没有啦，这是那个 F 而已啦，普通卡而已。对对对，它的背景一样 H。不会啊，开那个我是觉得蛮开心的。是啊，对，这个刚我看一张100，又没了。又没有，狙狙思密达，这一包嘞。哎我，好了好，不要冷，没有啦。好，这个没中啊。等一下，还想要看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有没有来一个洛西亚？没有哦，哎、欸，开到这一张哎、欸，威斯达力量，妈妈，黄书了，在自己的回合可使用从自己的牌库任意选择一张加入手牌，这超好用的、欸，不一定啊，还要我看有没有洛奇亚第二包啊，第二包，没有，第二包，老板三包啦，哎、欸，我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没有。有没？老板第四包啊，要跟他讲一下，又没有，真的啦。你去看车车好吧？哎、欸，没有讲，老板第五包。老板第五包，中了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噔噔噔 ！Vista 的，哎，是那个 Vmax 啊，我觉得是 Vmax， 好像是这样子，应该是 Vmax 中了。Yeah， 哦，什么？雷吉多拉克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不是你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像差不多了，五包。我再选一包。好，又没有。这一包又没有。哎、嗯，哎、欸，有啦，有啦。喂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那个哎、欸。一、二、啊。HR。哦，中了。公数狗。HR。攻速口啦，很帅哎、欸。SR 啦，意图啊，这就意图了。对对对对，没了。好啦，我们再开最后一包，就先网络上再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莫名其妙买到完了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真的有嘞、欸，真的有啊！哇，啊雷吉，艾乐奇，哇，明奴真厉害。可是怎么不是 Vista 力量？这一盒该不会应该是有啦？哪来的呀？就默默的一直给他撕下去，然后就是一直在花钱。
好了，开一开了，开一开了。有了。边的五台包。七。七啊，从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你、欸、会不会开完结果都没 Vista？ 不可能啊。有啊，我有抱抱。真的，已经出一张 Vista 了，这样应该不会输了啦。应该还有。你要下来。哎、欸，又中了一张。明如选的。是啊，七。对，是七那边。对，七啊。等一下。好了，来了，准备开奖了。1、2、3。啊，没有。马。有啦。有啦。是什么啦？雷吉。雷吉爱乐奇啦，他就给你一组啦，啊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他一定会给你一组啊。那就说奇了。啊，奇怪，我的洛奇啊那一套怎么都不见了？还在里面吧。我要开洛奇，你一给我，确定有？那你就开啊，你开到你不想开啊。不是、啊，我现在就是想要那一只，他结果他不出来。哦，那只很帅呢。那只很帅，那只5000多块吧、哦？对啊。拍一下人家，多是可多啦。好，你来。这样子5000块。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。哎、欸，会不会已经出了、啊？然后我一直在那边开啊。啊，你这套是新盒呢？对啊，全新的。我知道啊。有选啊，第4包了。我开几盒？第四包啦。第四包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把它开完了，把它开完了啦。莫名其妙。有了啦。每一次走来玩具一颗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很衰哎、欸，我今天不适合开。好，林姐，剩下5包，有没有洛奇亚？有没有洛奇亚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。金卡洛奇亚啦。哦，洛奇亚中了啦。哦，明如的多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恭喜。以后都叫明如来选包好了啦。以后叫你来选好了。你、欸、中了嘞，好了啦，结束了啦，别拖他这，真的假的啊？那特典是干嘛的、啊？里面收什么卡？比较特殊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所以我现在差多少个特典？差2包，这边啊，就这样一整盒才有特点。对啊，一四五零才有特点。对啊，那你全部一整盒也才17,000。可我想要买个其他2包，应该不会了啦。游戏王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最后一包、喔。对，结束了。有哦、喔，有。等，我就说还有一等，又是风速狗啊，因为你有 V 十、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没有，那是 V Max。嗯。以后开这个东叫你选，打电话叫你好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你这里还有一张洛奇亚，你没有？哎、欸，你那个洛奇亚给我，你这边有200。付钱喽，兄弟们，还拿到一张特点卡片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一张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、啊。卡牌共5种。对啊，这没办法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没办法，你打开才会知道。你就直接在这里打开一下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按属性哦，又是你。来、欸，让我指定我。又是三冠啦、啊！没有啦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、啊，不一样，就一张，就一张，就是一张。好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1500的位置出场，好好的。你、啊欸、不用最后讲话，不用啊。好的，我们这一次呢开的所有的卡片哦，然后原本要开一张洛奇亚，结果真的开到洛奇亚的第一包就给你掉入陷阱了，结果最后一包才给你出这个洛奇亚 Vista 力量，哎呀，而且还不是金卡，太可惜了。然后我查了，有东西掉了，我查了大概所有的价格，我这边开大概不到500-600。不过我觉得过程中都非常的有趣啊，开卡包呢就是一种体验嘛，然后。如果开到好卡呢，就真的不是什么经典时尚小垃圾了。如果开到金卡的话也不错，然后开到全体人物的话更是不错。可惜我们这一次呢，所有卡片中都没有开到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卡片，应该说比较有价值的卡片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抽出的是4星的宝可梦，然后在底下留言就可以抽奖了，然后会附赠一张雷吉多拉哥 PDCG 我们开到的那一张卡片送给大家。好的，那这一部影片呢，画面上的朋友赶快来领奖吧。那这部影片呢就做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云哥，各位拜拜。